探索世间奇闻，感受不同趣事。我们都知道，当周围气温低于零度之后，水就会结冰，所以一到零下26度的情况，外面的世界肯定处处都是冰天雪地，绝对不会有水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，如果在零下26度的环境中吹泡泡的话，会跟常温下不同吗？会不会泡泡还没有开始吹就已经变成了冰呢？想要知道结果如何，看看老外进行的实验就知道了。首先，老外带着一整罐泡泡水来到了冰天雪地的户外，立马拿出泡泡棒吹了几个泡泡。最开始的情况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，因为泡泡落到雪地上之后跟平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同样还是泡泡的形状，但是它的外观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有些不太一样，表面看上去有点朦胧。老外用手触碰的时候发现这个泡泡没有破裂，而是早已凝结成冰，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。看过泡泡凝结成冰的过程之后，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感慨一句，真的太美了。因为在吹泡泡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冰花，时间长了之后，这些冰花的数量就会慢慢增多，聚集的体积也会越来越大，最后会融为一体。如果有阳光照射过来的话，这些冰花就会闪出耀眼的光芒，画面看上去相当惊艳。这种场景我们平时还真没机会看到，只能说老外不管做什么实验都特别敢于尝试，所以才会给我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。不知道下一次老外又会做出什么让人惊喜的举动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